我有个朋友来找我来了，准备上我跟我上基地那一起玩，然后现在到这儿了，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我看他车停哪儿了，我出去找一下。没有没有，干嘛去？他应该是在这边唱歌呢。来了。囚笼要不行了，外皮的外囚笼响了。社会我村哥，有房还有车，嗯，拍视频呢。我们俩去吃个早餐去，然后不知道，然后今天帮他把那个基地那儿弄弄，把这个采暖啥的还有电啥给他弄上。和我这拿两块太阳能板，要不他得日常的手机供电得带呀。然后你的灯有吗？户外灯有是吧？灯就拿一个，户外灯，充电灯啊。啊，你有那电源，你搁啥都能充了。天天挂鱼那几张渔网都收拾出来了，我跟春儿找些私人网都收拾出来了。这个还得晒一会儿，晒差点，没干，没干，你待着吧。我去车库里把那个太阳能板找找，他那儿没有电，带两块太阳能板。怎么样，村儿？我这小窝里头，这地儿太行了、啊。看这马蜂还在歇呢，没收拾呢。今儿都收拾收拾吧。采暖，我看那个采暖装哪位置？采暖，搁犄角就行。搁哪犄角啊？搁这犄角。搁这犄角吧。行。搁这一会儿，到时候打个眼儿，打打眼儿。完了，把采暖装上。太行了，我这。今天准备给小春装一个采暖，再把太阳能板装上。我安新家了，春儿啊。对，在这安家了就。菜啥都没买吧？没有，刚才过来趟上哪儿能买菜？把这太阳能板给它装上，给它发供电。没有人，这还没有人，我都不敢往这拿太阳能板。然后村儿还有柴暖，准备今天再装一个柴暖。小顺把里边收拾收拾。你说我在里住的时候，我自个儿就住上边那里边。我宽的。你一米几啊？你比我高吧？一米八呀、啊？这好像正好一米八，合着你躺着看见得喘着水儿，多少有点顶脑袋，斜着待着行。那你不用，你躺上边，躺上边可以斜待着，但是躺上边不跟底下是得劲儿。这是干啥的？烟囱啊？那是原来采暖的入口。那采暖就搁这不行吗？这么长时间没弄了，这个板子都烂了，哎呀，还得换一块板子。要不是大铁哥一踩，啪啪啪都踩掉下去。再收拾那里边。出来对你这个新家现在有什么感想没有？挺好啊，这新家。挺好。我就定居了，从这儿。定居了。行，这地儿。有想当那个押来夫人的可以联系啊。那得沉点的，要不压不住啊。因为他也不确定在这儿住多长时间，就是把这个太阳能板临时的就放到车顶上。然后先充充电，反正先让他先有电用吧。谢谢。不跟爹过年啊？过年烂了。给烂了。有锈了吗？我这正开喷漆了。哎呀！好，把两个线接上。把他的太阳能电池先给他临时接上，让他能发电。至少在这儿，他自己带了个柴暖，要不然这块也不行。一会儿把柴暖再装上，要不然冬天太冷了，这里边没有火炉子，也是比较费劲的。看着没，还是新的呢，柴暖还是新的呢，一下没用，没打风呢。哎呀，家伙，你看这家伙怎么样？接电的，刚好这地板这块烂了，也不用打眼了，柴暖就放到这块，那个吸气排气都搁这一下去就得了，直接都不用抠的打孔气了，到时候你弄点别的东西把这塞上点，别让它漏风。那接上肯定亮啊，亮啊，导游加油，试机啊！柴暖就放到这儿了，正好这儿有个窟窿，然后这块明儿弄点啥东西塞上点，不漏风就行了。
卖油翁，伐薪烧炭难神钟啊，你卖炭翁。安乃既熟耳。市集中，第一把应该点不着，柴暖装上了，看看一会儿，再待会儿看看，我估计待一会儿吧，待一会儿他这个油上了才能着火，现在油管也是空的。柴暖已经装好了啊，它噪音就这么大，哒哒哒哒这么大噪音，估计晚上它得开二档，这个地方不像车里边，它封的毕竟不是那么严，得估计开二档。然后他这些东西都弄过来了，一会儿准备铺床，待会儿让你们看看他铺完床啥效果。给我这基地找了一个免费的劳工，在这开始现在开始除草呢。中午吃馒头行吗？行，行啊，给口饭吃行。给口饭吃行，那好办了。看看啊，为了在这住两天，开始在这打扫卫生了，把这杂草啥全部砍掉，然后到放到灶台里烧了。一会儿咱们今天晚上咱啥伙食啊？啥伙食？羊排。嗯。啊？炖羊排。炖羊排，上哪抓羊去？老万带。刹不住车了，哎呀，一会儿刹不住车了。屁股冲下呗。不，现在下船吗？下船。现在下去？嗯。下完去？嗯。怎么冲下都行。我们去下边下一片网，今天晚饭炖鱼吃。试了一下，没带电桨，今天我们两个划了。哎呀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头一次啊，不用我划船了，终于不用我划船了。哎呀，有人伺候的感觉真好。我们两个今天就在这下了一片网，没多下，今天够我们吃就行。挺大呀，不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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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告诉你，这河里下网就有鱼，这前面有来一条。今天收获不错啊，二十分钟。就上了这么多鱼，够我们吃了。有条大个儿，这大个儿大，我操，大个儿大，一斤，够我们吃了。走了，哎呦，这条是今天最大的一条啊！看我这手，将近有一斤，就二十分钟，我们就下了一片网，其实够吃就得，没剩下上这么多鱼。春去接我另外一个朋友了，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井先引上来。很多人问我这个河水和井水有什么不同？水质是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河水，这井水毕竟经过地底下那个沙子过滤了，会干净很多。直接河水就太脏了。啊，引上了。米修可管事了。呵呵，来看看谁来了，别往前开了，我那天都雾里头了还往那开。来新伙伴了啊，又来新吃屯子里来新人了啊，来露个脸，社会我万哥。米修不认识你了。过来，这狗仔长小了呢。嗯，我那车还有酒呢，就是拿去。瘦了。来，这家伙今天这一小盆的终于有生气了啊，人气了啊，也开喝呗，开喝，他那意思就开整，有凳子，有凳子，直接搁喝，不呀，这俩人也能住啊，仨人都能住啊，还有二层铺的吗？那弄起来上面算床，我操，还是准备炖鱼的，结果他们把这菜买现成来了，直接吃现成，就今天不炖了，今天第一顿了锅底儿，结果就吃这个。然后大家伙儿一会儿还开席了，你们有水里的该水里把里水了啊，以后这地方就我们仨玩了。把鞭炮都放上，鞭炮放炮上。